日前，何洁在微博晒出参加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千天的美图，并发文称：“图是要修的，肥也是要减的，减肥不耽误我们支持冬奥会，下次争取从 XL 到 L。”还配上了一张“谁再说我肥，我就拍死谁”的表情包。随后有网友扒出何洁穿的是山寨礼服，原版莉莉柯林斯在2014年罗马电影节时穿过。据了解，近日何洁参加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千天活动，并演唱了歌曲《破冰》。她穿着蓝色渐变蓬蓬裙，女人味十足，但粉丝却再次被何洁的身材雷到了。她的胳膊粗壮，水桶腰更强劲，而工作室晒出的精修美图要比视频中好很多，手臂细了不少，网友纷纷表示真的很会 P 了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